我是一个比喻，叫做咱个电，电公司个电啊，你听无？咱一条电线，你有看电在走无？敢有？无啦吼！啊，你若讲我们乌会电啊，懵会电啊，乌会电啊，袂电啊，是因为你个感觉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会电哦，我袂电哦，因为你感觉怎会知影？你这个发电，我甲你念，电。我感觉会疼哦，是啥物咧疼？是肉咧疼，还是心咧疼？神经咧疼。啊，若死啊，你家了疼咧。嗯。伊迄个发心已经造成真侪疼。啊，虽然因为迄个发心，就是产生咧比喻点。啊，点有入来到这个，有入来到这个二公点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圆满无心分。圆满就是讲叫做点。光线光来了啦吼，光我就是光嘛，光就是无光嘛。啊光，目睭在看无，光目睭看是看光，但是你嘛望袂到啦。所以你光我发心分，甲清净发心分，迄是一个体甲用。清净发心分就是变，光我发心分就是用啦。安怎用？是啥物用？迄叫做功用。迄个因缘因光出来。是对迄个清净发心不出来，干了后面的对迄个自性出来，那么对迄个自性出来，咱今日我拢先发家。但是迄个叫做根，啊，若要讲千百万的发心干，叫做哪？那个功叫做工具，工具啊，叫做弦，弦有工具，迄个弦上的物件。哦，所以我们叫做根、边、甲弦、甲枯。这三种啊，缺一项；这三种啊，缺一项啊，拢袂得当啊。咁是安尼，拢做袂得当。所以伊就变互伊个根，那根就是有伊个功夫。啊，伊变有功夫，迄个是叫做化身分，先把我化身分解释明啦。足济物件，足济化就是足济嘛，先把我讲足济嘛。好，咱来变明白。你若下即台投影机，即、這个投影机电啊会投影出电影，啊电若甲下二公顶呢，二公顶会亮电影，啊电若甲下电风呢，电风会亮电影，啊电若甲即个麦克风呢，即个麦克风会讲有声电影，即种叫画出来，但是伊无离开电，若离开电即个袂通，安尼听好啦吼。离开电都袂通啦，这叫做化身接报。啊，所以迄电的功能是等伊佛陀是用化身分接报嘛，化身用形。我讲足济足济足济，啊，我用比喻就是讲，咱电出来用的功夫是足济足济，反正有电的物件，迄种叫做电器用品，拢无离开电，敢是安尼强电？啊，咱今日就是咱的自性，咱的自性。所流露出来，咱来观摩，啊，咱人本身都袂观摩，就是因为咱的知识上强，咱的地球不起来，所以爱归观摩个性，我伊要甲你讲，迄、那个观摩就是叫做无缺啦，无缺啊。阿妈来做甲你讲，比如一丁零五千里暗，啊，一地零变万里无，一丁即个丁千里乌暗，即、這个电火若泡过了后，即、這个千里乌暗走无去，一地。咱个地位若起来，咱地位若起到，咱咱啊万年无耻啊，咱万年众生啊，我来解除掉。所以呢，佛陀讲到六种化这个三心分，其实拢是一个讲话哈，听啦吼，爱听好啊。三心分，清净化心分，就是讲咱自性；圆满化心分，就是讲咱地位；千百万的化心分，就是讲咱啊，就是讲咱的行啦。咱行出来啦，叫做化身分啦。比如今日去，我一个八天，我是化身分。那啦，对啦，二佛陀，我就变佛陀啦。我的化身就佛陀啦。我的身体来二观世菩萨，我的身体就是那观世菩萨。我的身体那来二好人就变好人，二歹人就变歹人。那你世界有七十亿个人口，拢咱有弄迄叫做拢做化身分。安尼讲听，拢化身出来物件啦，为化身魔鬼，
有发生胎人，有发生第六刀，有发生足心刀，有发生落鬼刀，有发生人刀，有发生阿修罗刀，有发生天刀，有发生阿罗汉、阿罗汉刀，有发生辟支佛刀，有发生菩萨刀，啊，有发生刀，这心情拢总画出来，安尼听啦吼。所以这个叫化身分，啊，化身分就对什么人画出来？对咱个人画出来。哦，所以咱就做讲，思量恶事，即心里恶行；啊，思量善事，即心里善，即叫做化出来，造出来。哦，所以咱肯定得知影。所以讲，譬如我某报心分，恁听话啦吼，就是讲咱定义哈，迄、那个报心有一个叫做业报心。迄、那个业报心就是无圆满啦，哈！业报心就是无圆满啦，但是圆满报心就是圆满啦，哈！圆满就是智慧，业报心就是无圆满，就是无智慧的啦。讲安尼，咱听好讲。咱有一个圆满无发的物件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呢，伊讲讲，比如一点点五千两，一地有缘万里无。以前我在讲讲哦，莫思向前，既无可得。牧师就是你唔能够想过去，所以杜牧经第十八分里面讲：有春三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啊未来心不可得，无有三心不可得啊。所以呢，迄个三过去心、现在心、啊未来心啦吼。所以过去，你讲讲就是告诉你讲。有一个叫做周公公嘛吼，这个故事过去我讲过，但是出乎讲个讲到这吼，啊大家大家啊，都提醒。啊，迄个周公公因为伊过去是学习是这部金刚经，啊，伊对金刚经会使讲非常的老，所以人家叫做周公公啦。有一个当今呢，因为南方啊有一个外道啦，哦，伊讲当作是外道啦，来咧打扰佛教啦。伊讲讲，讲个时阵啊吼，哦，即条个啊，人人苦有佛性，多多开个成佛啦。伊认为讲这是佛道啦，一天地拢会成佛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哩伊就打量伊一摆，伊注解叫做《金刚经》二所注，即套经典向人啊打咧，啊就要去甲修复起个外道啦。啊，伊行到结果半路个时阵啊，目度了。啊，倒有一个人咧卖阿婆咧卖点心啊，爱着你啦，阿婆，阿婆，阿婆啊，我甲你卖点心啦，哎，我甲你卖点心啦，安尼啦。但是阿婆啊，佮看到这个和尚啊，把一个面面，伊甲讲嘛吼，讲叔啊叔啊，看你是那是一个修人啦，啊是去对，伊讲吼，南方有一个外道吼，啊伫遐咧邀人去。佛法啦，所以呢，伊讲今年佛性都开个新佛，啊，我就是要来甲修复，安尼啊，哦，哇，你是一个大吉祥，啊，请问你当这是什么物件啦？伊讲我当这是金刚经二所注，啊，这是我家己做的啦，安尼啊，我家己注解，但是这个阿婆啊吼，有那不是简单的人物啦，伊就甲讲吼，甲讲。那安尼啊，哦，你是一个大吉祥。啊，既然你做的吼，我问你金刚经的一段话啦。这段话你来跟人解释，我点心给你吃免钱的啦。啊，你呐，该买该该答应说，我点心我不爱卖就对啦。伊讲哈，啊，你一定我吃免钱。金刚经二六分干，三十二分我看好，甚至金刚经我都注解一套金刚经套迄个，我不爱道理啦。阿婆来跟他讲啊，伊讲第十八分一体同观分的内底有一段讲叫做过去心不可得，啊现在心不可得，啊未来心不可得，啊你是要得对，你是要得对一个点心啦，过去心不可得咯，现在心不可得咯，啊未来心不可得咯，啊那安尼你是要得对一个点心啦，未点心嘛吼，所以阿婆啊，即讲出来尔。这个周公公，因为解说道理是解说到二天道理，然后进了三天道理，见相、化相、道动、见相。见相就是用相来穿，爱做化相。相能够看了后，你有得见相。但是因为伊
就是讲是会当讲到上，伊上伊破什么破袂起哩，破袂起，伊要了解是什么，等于无可能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暗暝阿伯阿婆啊，看你是那是一个代志者，啊你当时你今生的人有这个法，哦，安尼安尼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你回答，甘拜下风啦。那你明白什么书，你会当甲介绍者，阿伯来。好、哦，他亲口也不坏。阿婆来讲，阮遮有一个叫做龙潭禅师啦，龙潭禅师，有一个龙潭法师吼，伫遐咧说法，伫遐讲大乘法。但是当中呢，你呐有时间，你着伫遮来了解。这群有时叫做龙潭禅师教名，你也当领略。哇，这个真佛方面，就恨不得打起来了后。就马上就去到的时阵啊，龙潭禅师，啊，就去请教的这个个龙潭禅师。啊，因为既然我都写到经文里出来，当然拄着拢是实理性。讲来到地，讲到佛法，来到地，愈讲愈起劲，愈讲愈起劲。讲到的当中，迄暗早暗看起来，啊，七暗的时阵呢，因为周金峰。因遐面阿妈也去倒，宋欢喜阿妈也去倒，啊，无看到阿明峰咧，啊，但是个时阵，拢来想说，我介意老师咧，都无爱咧，所以就点一支香灯，互啥物人？互周金刚，免人讲。但是迄个周金刚，一点着迄个灯，下出个火灯了后，龙潭禅师啊，想说我对佛教不能话，那是话不能话。迄阵，周金刚马上就吼、哦，马上就感冒，马上就绝，马上就是开悟，马上就开悟。是安怎讲呢？这个道理是咱长期拢有想来讲，咱长期拢有想来讲，但是咱真若无想，咱无通想呀。其实若做法明白，若做法明白，若做出来做方便，是对伊的智慧。考出来，如果若用伊本伊抄来物件，都会变。但是咱一世人内底当中，咱拢无用着咱家己即个法界，咱法界伫咱无起动，咱拢去摕别人个咧，然后讲方抄照抄。所以咱内中咱地面内中物件是少个，毋是你无方法做成个利润，但是你无用着，你等于就是靠着一分钱。我现在这里是安怎个讲？我会明白，我懂的，可以，哦，恁自信点点头先可以。以前嘛是无反对的，伊有法多人对高兴的了，叫得到处，特别上进。好，伊有法多改坐车，一靠台北特别上进。改坐车，一个车个拢无看啥物事，我都去到迄个所在，特别上进。因为伊虽然是外口，伊目睭无快。但是伊内心世界是足方便，因为咱讲前面真变口面，伊是足，但是咱毕竟呢，咱毕竟目光的残留，目光的残，迄个残废，目光的残留，咱要靠着这两边目睭，咱不能行，咱行不出来。伊什么原因？因咧当医生在靠这两边嘛，你若用尽目睭，我出门了，你就变做大病哦。但是咱这佛缘人来去做有干嘛？每一礼拜，然后咧开讲咱就崇德，咱就崇德。你伊有钱没嘛？无钱。虽然内心世界是真光明，咱硬咧想到，内心物件，就是咱内心世界。哦，太折磨啊！伊咧内心世界就讲一直咧执着、执着、执着、执着，哪会？拢变成执着无常的物件。爸爸，你内心世界太干净。所以咱家己咧自信哦，无讲要讲落去出来，所以这点是重要的，咱一定要去。那做你家己讲，就你家己讲出来就可以。啊，周金刚就是呐，伊咧解说就解说就过去。伊就是讲伊今日这番话，叫分化了后，伊哩本来就嘛是要看点点，但是会分化了用地去咧看，大家就变方便啦。所以伊就无话，所以人当下开悟。啊、所以你咧学法是内心世界一定要启动，唔是靠着外口，
遐离离苦苦的物件，其实外口的物件，其实迄拢是一种人，拢是一种的看法。包括是本钱，把这种的权法，它不是实法，因为叫做心法，因为叫做心，因为叫做心，伊叫做权，什么叫做权？这个权叫做方便，方便，这个权叫做方便，这个叫做方便。因为我无少一本钱，我都不管。你这本钱背起，你敢？你这本钱拢背起，你敢来这本钱？因为咱头就是无做道理，咱的钱就是因为钱无起，所以因为你背起，你一本钱了了，因为你已经用你内心世界的希望。但是咱一定要少些啊，少着这个这本钱了了。所以咱长期性就是拢少着这个物件。所以少着这个物件，你向别讲道理，你无这本钱，你别讲道理。你要相信我，你他妈都无嘛？你写可是本啊！啊，你无这本，你怎么早讲？其实真正讲道理的人，伊唔是爱分钱，伊唔免，伊唔免分钱，因为伊内心世界不断，一个真正厉害的眼光，伊绝对无咧看钱。哦，一个真正深入佛法的内底当中，对佛法真正有深入当中，伊绝对无咧看书，伊用伊的智慧，用伊拍这讲道理。所以甲你讲哦。莫思向前，记录不得，记录不合理。这个就是因为像金黄金的第十八分钟，过去是不合理。好，伊来讲莫思向前，叫做过去不合理。哦，中间段呢，现在嘛不合理，甚至呢，记录不合理，对不对？过不得，也不合理，未来嘛不合理。哦，啊，未来不合理就是哪？因为有得，就是有执着，有得就是有执着啦。有得就是执，那有执着，那安尼当中面，迄种是叫做属性中的起哦。我来做一个，做一个比喻啦吼。今晚在要困，哦，今晚要困，加迄个做半暝啊，啊天光，我分做这三个段。其实你若开始莫思向前，你倒来话，拢一直咧想，一直咧想，想过去，你困得起未？哦，你困未？甚至呢，因为你到半暝啊，哦，你这个时阵，你还在一直在想，甚至呢，甲未来你还在在想，你今你规暝困未起未？我相信你规暝都清困未起，你都跟在想迄尔，你过去现在未来，你拢好好咧想迄尔，你也困未起。但是你若真正困去了后，真正困去了后，现那个。现在过去不合理，莫思向前过去，我放去想过去不合理。我倒嘛倒了后，我因为倒了，我一醒就走啊天光去啊。安遐叫做哪？迄个念念观明，自变本性。迄个念念观明，迄个念不是迄个起念，迄个念就是叫做清净念。迄个念不是叫做杂念，迄个念不是叫做色念。唔是这念，迄、那个念叫做清净无量的念，就是讲你自性中充满着了啦，无量光、无量寿，迄叫做念念。迄、那个观念，迄、那个观念你要听好，迄、那个观念就是讲无烦的意思。哦，咱今日来做比喻，叫太阳念念观念，但是呢，伊有时中一年一昼天过来休息，念念观念，咱的自性就产生成太阳啦。哦，在咱的身体内底当中，伊有甲你适应无？是安怎咱的自性的无起，唔是咱的即个自，唔是咱的本性无起，是因为咱的自性去学物质，去学声色，去学接触，甲咱迷恋，唔是你的自性无起哦，是因为你的自性叫杂的，唔是即个太阳，唔是即个太阳出问题哦，是云端出问题。云端出问题啊！恁听无？你今日个你的嘴出问题，你袂兴奋；你的自性出问题，你袂兴奋；你的自性，吼、哦，若讲起来歹去，你袂兴奋。即个太阳若歹去，伊代替花，代替冰冻地带。今日你的自性若歹去，你袂兴奋，无代表你嘛无找一个好所在。所以今日咱圣经来讲，吼、哦。伊家讲，自性中是不增不减
不辨不识，不增不减，不辨不识，不垢不净，有听无？这个完全就是这个完全是哪？完全就是咱的明珠，咱的亚明珠，因为伊时刻当中啊，就是伫迄个所在的目标，是因为咱的无私是受着咱的七情六欲，受物质过去的力量，所以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呐，呾就砍掉了安尼。所以就讲，咱来到恢复咱的本源，所以咱来讲，记录我的相思无恙，莫去计较过去。所以咱来念念观明，自见本性。哦，咱在安尼当中，你会时时刻刻会看到你家己内心世界你的本性，安尼就到上边啊，就见性。后边来讲，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，不离之性，是名是相。善恶虽殊啊，善恶，这个叫做善恶，这个叫做善恶，善，这个叫做恶。殊就是讲有分别，因为善恶有分别啊。当然，你本性，本性，这个是所在。本性是超越善恶，听好，会对立化，对立化。本性是超越善恶的对立化，安尼叫做作用，这叫做作用，这叫作用。善恶叫做相对，啥叫做它对立叫做相对，有无？这叫做相对。有善的就有恶的，有恶的就有善，叫对立。但是自性是哪？听好哦，不属性跟不属恶。所以咱来做有一道言，咱讲不属性跟不属恶。听好哦，不属性跟不属恶是明啊，你本来明，我本来明，我就这个，就这个啦。所以你咱讲落去这物件，属合这物件，这个恶，这个就是这个业。咱来做阿弥陀佛的功，一切一切，一切一切，一切一切。一切即个，即、这个吼、哦、演变一切，一切啦，弄即、这个，即、这个一切，不理解，即一切拢是即个造出来，但是咱要把这一切当作当归纳于一，归纳于即个叫做清净，归纳咱的本性，要归纳咱的本性，所以六祖一直咧讲。你一定要看，善恶虽殊，听好哦。本性无二，无二之性是咪实际？绝对，伊叫做实，绝对叫做实，实无虚，它无虚，伊就是实，伊叫做无虚。但是这个叫做对，或者叫做无实，所以伊就不会来讲，哦，善恶虽殊，这善恶是两件在对立无。这里说的对立无，但是伊即摆做咧讲是讲到这个自性，每一个人有一个无二之性，这个叫做实性，这个实性或者叫做不性，不性。所以你佛教上，大家拢当成佛，大家拢当做菩萨，是啊，咱当做佛，当做菩萨，唔是你唔当做，你唔当做菩萨，因为你迄个力量太严重。所以你轮回，当有一个你觉悟了后，你咪当当做这个所在。所以有实性中，听好哦，这个实性就是你本来的我。伊后壁讲，你爱对实性中后壁这句话怎讲？不念心头，等那个情况安，那同样是情况。好、哦，我做欢喜，我做做实现呢，安容易了。哦，我跟看伊较厉害，我做作会空调，我做作会先一时会乒乓，安尼有力量无？安尼有力量无？啊，这嘛是力量的吼。啊，我今日在做歹代志，在聊抖音，在搞这个做歹代志，安尼有力量无？所以先到恶都变作力量，因为先到恶力量换一个说，这个先到恶的力量叫做积，叫做积，积啊，你积你先。积善，哦，积恶，安尼积，伫自性顶个内底当中，拢已经有了，伫自性顶个内底拢有了，所以你们来讲，不积善，不积善，
不接就是讲不住，住嘛就解释你着接，不住先到住哦。所以甲你讲即句话，本性无二，无二即是性命实相，不见邪道，出名叫做无我不生。安尼听有啦吼，就是讲你伫你的你伫你的自性中流露出来，你咱的一切内底当中，你都无叫你念着，你无一切，你无去执着，你无去执着着，你无迄物件牵着。啊，那安尼当中呢，你这叫做无我不生。这个空间听好，伊讲遐一点落来，一点五分变五，都是五分八的八，五分八的到遮尔啦。这是电力公司的操作啦，这无可能是空间啦。点落来，就是对空间落来，听着？移空间落来，你这个移空间若怎个挂咧？你点入来，这一百毫升的，一百毫升。对不对？安尼有力量，有都无力量。这个义工点好经过了一年，一年，这个义工点有像你当时挂了遐讲一百多岁了无？上少差不多已经累差不多八十八岁去了，八十八岁，现在都变成灰尘啊，灰尘力量嘛。但是经过几年，咱都无经历嘞，两年、三年都无经历。这个空间来越来越，越来越好啊！当然，越来越好。是，但是电动车上好，电动车来哦，自身都提供好了哦。但是力量不是内底力量，是外口的电。这个电啊，尘埃的尘啊，吼，电的力量。但是恁呐，自己的当中，恁呐，怎把七七落精气，加一个半把七落精气，一点零五千呀，你甲七落精气，迄个电啊，起了哦。迄个啦，迄个自信根就造出来，迄个义工顶的一百毫升更多就造出来。所以咱真就是啦，咱真哦七情六欲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叫六欲。好、哦，这七情六欲去甲咱这点，这点去甲咱砍掉，甲咱砍掉。所以咱今日在当中呢，迄、那个圆满就变无圆满，迄、那个自信根就造袂出来。所以咱是安怎会做地合灯？迄我想讲呢，我想做一个比喻呢。咱听好咯，我想做一个比喻，都比喻一个啦吼。不然吼，不一百多千啦吼，一百多千啦。啊，菩萨呢？菩萨啦吼，菩萨九十八千啦吼。啊，辟支佛呢？辟支佛呢？八十八仙啦吼，阿罗汉呢？吼、哦，阿罗汉呢？做比如啦哈，阿罗汉呢？就七十八仙，阿不是？啊，天神呢？天神呢？剩六十八仙啦吼，啊，恁人呢？剩五十八仙啦吼，啊，阿修罗呢？阿修罗啦，阿修罗啦。什么的，是这嘛吼？好，啊，落几多嘞？落几多嘞？落几多嘞？剩三十嘛吼？啊，跳升多嘞？跳升多嘞？剩二十嘛吼？啊，第六多嘞？第六多嘞？什么的？二十嘛吼？安尼啦。我用安尼来做比喻啦，因为这佛道，这叫做无上无上嘛，所以人讲无上甚至灭嘛，这叫做佛道嘛。佛道就相关，人讲无比相关，就叫做无上嘛。啊，你有一个佛道啊，你的自性叫做佛道啊，圆满无法，这叫做佛道啊。咱佛道，但是咱将把你收拾好看卖，咱究竟，这个叫做光明。愈少就是代表乌暗，乌暗就代表已经你的自性愈乌暗。那你对一百、甲九十、甲八十、甲七十，这四种面啊，叫做四性面。四性面，
四种信任，信任这不免论论，是天神、人、阿修罗、魔鬼的众生，六根这六根，这个六道轮回，六根爱轮回啊，好、哦，六根爱轮回，但是因为这属性第一，恁知影阿罗汉。这个基础轮回，基础轮回，所以你这个往上，这个往下，你不告诉这个人啊，这个叫变异，变异，生死，这个叫变异生死，你不得来公开，这个叫生分断生死。安条了哈、哦，这四种叫做变异，一面轮回嘛，啊，到阿罗汉就面轮回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的第十、第九分的一上无上分，伊就不能讲咧讲阿罗汉的物件，所以阿罗汉一到我等四相已经断了，人我等四相哦已经分掉了嘛，一面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所以无这物件，所以伊这条心唔免得来。有多轮回，啊，所以叫变异，迄、那个变异等于你只要心，用只要心转的，心叫做分段，就是你个人，一段一段，咱一段几十年，来，咱回八十几岁、八十几岁一段啦，吼，或七十几岁一段，或嘛三十几岁一段，你若小分小分五十几岁一段，迄叫做一段一段，你到时间到你来走时间，你一段了，你再等等，你一段了再等，但是因为恁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伊才会轮回？因为伊的能量，这个能量，这能量已经失去啊！光明的能量已经失去，你已经怎么？你已经无准备做修修正的啊！那已经遭对那天神也阿修罗不能就是定了。但上个地方就是因为你知影恁人，那种人对不对？这是恁真的修来做的。但是咱人的心呢，这个心呢，这个心有想法解哦，心有想法解哦，心有好的好解，为人来讲，这个世间作善的哦，一世人在念善哦，无计较无比较，其心宽的，为是菩萨，为是比你为阿难，有地界多无？迄两日啊，一个少年的吼，跳明正，迄讲的，迄讲的时阵啊。一间姓吴摩大娘，放个两桶气，遐倒起来，又遐点火，倒四千。这倒啊，这掉倒去啊，这已经无人性去啊。这因为已经迄自性中内底当中，已经这个心啊，已经离这倒啊，第二个叫心何贵啊，拢是这物件。这种是一个，或者解释着讲，伊的人心之恶，你内面个贡献。用人工结散，啊！人工结散，那比如接生倒去，飞倒去，有阵时啊，对，哦，迄、那个微笑就无去啊。比如讲，咱有狗猫，哦，有蛇啦，有鸟鼠啦，有迄、那个你看到出镜迄物件，就变拢走到边去啊。哎，真正恁人工啦，做表现是真正好边的，你袂会互我接不到。如果发生很多比较简单的，大家一定来注意。今日今，咱应该做啥？你只心爱往上游，你唔通往下，一往往下都变对了。唔往下都变，你爱家己游。有阵时咧，我唔惊死，这唔是甲惊死无关的，大家莫死。这甲惊死无关的，是因为你后世啊，你后日啊去。迄、那个痛苦，迄那是真正你会惊死的物件。咱人逐个爱死，啥物人惊死？惊死甲毋惊死嘛，上歹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请问，你去迄个世界，迄那是真正你痛苦的所在，你绝对袂使去体验。能听见？接受了做功德，接受金刚经，一直甲你灌，甲你灌这能量，灌这能量。我那个自信有讲没有？你一直一话讲啥？你唔免得后日啊，请师傅，你等西方啊，请和尚咧
你的时阵啊，你做工作啊，迄拢做唔免。其实你真正还是做工作，你能量的，伊咧做是一个影响。但是内心世界家己了解，你那是真正家己你的嘛。虽然讲说，我家己在是当个人看法，而且呢，啊，家己存一道，可钱，把人钱能靠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唔收啊，家己做啊，是讲对唔到你呢？迄工程我真是讲，工程是用做的，工程来都是你做的，真好个人，但都是做未收的地方，真好个人啊！他把大家比如从过来清理过来，把你变成你清查的，那个干好像他做什么工程，好几天懂了啊！今天假到的那个毒品道哦，那种还是做的啊，哪来些？人方便着，然后说交代讲，咱个人方便着吼，你用钱买恁大法师来做，请大法师来做一点嘛。安尼讲，听我意思，讲的不是用做的，讲的是真正咱自己有修来的物件。这是咱对恁家己负责，今日事实无对就招牌的物件。你讲恁家做好，做又好嘛？那无用代替你，无可能，这是你家己的问题，和恁今日事实无关系。你今日事情嘛，我都比较有法度接受了。那今日恁今日事情要收，嘛恁今日事情和你无关的。但是呢，所以内心强也是讲外形有内事情，建设是讲边边事情，这都是真正你家己。所以实际上，要解决这个所在，解决这个所在唔作数的，解决这个所在，唔是咧听方文辉白嘉莉吹台这个笑话的，解决这个事情。哦，做冰冷的呢？你看呢？我好有关系。我只听这个做冰冷的道理的，什么问题？因为无法度，因为第二个我知影，人生这条路唯有就是不法、合法、不法，只有两条，只有两条。佛力、佛力，只有两条。到我讲，但你就是有嘅，唔是你阿咧念，唔是你阿咧做，你做对唔啦？是伊阿家己做，即个好。所以今日一关键是，你培养唔是咧培养嘅事，是咧培养真正正信，互你能真正得到无上正定正果解脱。所以咱讲，那阿咧能够变做什么方法？含别人念啊，念啊，什么观念拢无？你就是要讲嘛，含别人念啊，什么观念拢无？人家讲，这叫做自作自受。你家己去修念嘛，什么人要跟你修？所以咱今日那种地位，就是因为我知影，我无修未成，那个圣僧，咱自己个圣僧，平均几岁啊？平均啊？平均我上少七十以上啦，平均啦，无你相信无？咱二只、三只平均就七十岁，咱大部分的岁月拢去啦。咱是安尼，但是咱后壁这段岁月，刚刚有七十岁，有七十岁一百四岁咧。咱是，但是咱来知影，后壁这条路，当然对我，这种我都无知啦吼。不过因为你爱知影，你爱想了解。我因为我无能改变我的命运，我无能改变我的事实，我无能改变我的现实，但是我想改变我的生命，我想改变我的思想，因为我一定爱想到，我一定爱听到，我爱听我爱甲听的，因为以后的观念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这爱听到爱听的问题。好。咱咧食饭吼，咱咧食饭，话拢爱食好食，对不对？无代表好食，健康呢？无代表歹食就健康呢？你讲听无？迄有滴啊，好食有一寡防腐剂呢，迄种一寡下一寡迄色素呢。咱食一寡自然的吼，你食得到第四样就无足好食吼。但是迄种叫做，迄种叫素食自然素食，迄伊食是健康的呢。我的比如讲。真世间人，拢爱呐爱食外俗这物件，拢爱食这刺激。
拢爱记遐呐，冲落去物件，冲落去听啦吼，冲啊！你要记个心念，贵个伊要个心念。咱唔要讲是非啦吼，你想迄个北干妈祖、大干妈祖，那你老远吼，你行深个深个，行深个深个，哦，迄个风叫我行深个深个，我心情我落，但是伊连我都唔行深个深个。行到像北加强啦，啥物哪有哪有一堆啦，到尾北加强北加强全介绍啊。哦，即件事拢无讲，我拢是去，但是咱讲有这个，咱想个去之，你想个肯定，你行这是对啊对，你要先去之。你行这个路上，是不是真正朋友的心情，还是还能到后边？那真正朋友的心情，你绝对会坚持。那咱到一个物件，含两件事情，同样呢，因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，所以来讲，听好哦，自信起一个步，听好哦，自信起一个步，免万劫的生意，迄是起业的嘛，一个步一个目标，万劫的生意嘛，阿弥，为什么这个故事呢？伊这个故事，咱讲，我有一个同学吼，不得啦，看到足侪迄个呐，哦，迄一个众生啊，嫉妒啊，啊，伊遐受苦啊，啊，不得啊，拄好放一条迄个嫉妒线，迄个一只嫉妒看到当中，哇，一个哦，诶，但是看到一个当中咧，哇，一只老表对我徛着啦。用我想，这是我的呢。安尼呐，迄条地图上到当面，我打了过来。安尼无，因为起一个步，本来不得，不得是要度化有缘的众生。但是你起一个步起了后，大家拢会当听。万劫的善因，你偌济，你偌济，你偌济空间不一样。所以，恁想要讲出来。积德，积德是善的道理，善就是叫清净嘛。以你积德来，你后头中呢，变成啊，你所做功德，那贵。哦，所以后边出来讲，后边出来讲，自性，咱的自性起一念善，得行善福寿。你个起一念善了后，行善什么叫行善？行河沙数，你印度一条行河，咱应该知影啦。不得啦！咱讲到大数字的时阵，拢以三千，拢以现货刷数的七宝，哦，现货刷数，你讲这条刷一个宝，就刷一个宝，这条现货变成利，因为现货每条刷一个宝，安尼做比喻，叫做现货七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因为你现货刷数，我先就是讲，咱过去咱所做的恶业，你话者。但是你一定要这个先生起来，所以呢，你过去会恶多当面，所以咱一句话讲，耶稣讲出话，无你外在做事，外无莫念做多大的罪过，只要你是会的，上天一定会赏你好处。所以呢，一定最主要的是，所以我想你讲的，咱勤靠班。迄、那个怨，迄、那个那咧鬼过怨，迄、那个念佛观是过怨，迄、那个鬼过怨是足重要。鬼就是意识，把你意识过去，你今日家己所做，迄、那个力量由你内心世界迄物件，甲你活出。所以呢，现在甲你讲，行善恶行，就是你内底世界，你过去所做的遐歹，拢会当去除掉。后面是各位同学，你进步上菩提。你基本上都念念自己，什么叫无上菩提？迄、那个菩提，这个菩提，哦，这个菩提，那一念佛法叫做觉，这个菩提叫做觉，叫做菩提，菩提心，菩提菩提叫做觉，叫做觉，这个觉，你印度开始叫做佛。我这个解释就是讲，你今日来当
你若甲自信起念恶，万劫生的当面；自信起一念善，平山恶是已经当面。你直接就去到迄个无相，无相，就是讲，你会当达到无相菩提，或者讲是讲，直至无相菩提，你会当直接做，你会当直接变成成佛，安尼对，一句话就是安尼解释，吼、哦，直到无相菩提，念念自性，不是不念，念念不性，念念就是保持你迄个善念，保持着。你唔够恶念，迄、那个念咧，你当中换一个解释，你迄个念头，你清净无念，你念头唔当叫失去。即一直咧甲你讲，不是不念，就讲你唔好失去着你家己，迄、那个哪话咧？迄、那个清净念，你当去念恶念。那阿弥当中念到报心，即、這个报心就是圆满报心，唔是叫做念报心，听好，因为即个是圆满报心嘛。啊，咱就是呐，就是你地位，我看地位已经走出来，你无已经，你无受着恶的造业，好，这句话是咱开始吼，来，咱继续来，第三句话，我们继续来吼，何名千百万年化身？何名千百年化身？若不思万法，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。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思，思量恶思，化为地觉，化为地觉。思量善思，思量善思，化为天道，化为天道。毒害，毒害，化为良蛇，良蛇，化为良蛇。这句话讲良蛇啦，良蛇吼。慈悲，慈悲。化为菩萨，化为菩萨，应该就是伊吧吼，如菩萨啦，化为菩萨，菩萨，应该化为菩萨，哦，是啊是啊，是吧，嗯，好，伊无菩萨啦吼，地化为上界，地会化为上界，牛气化为下风，牛气化为下风，自性变化成多，自性变化成多，每人不能心格，每人不能心格。念念起恶，念念起恶，相形恶道，相形恶道，非念先，非念先，地为即生，地为即生，出名，出名，自性化成佛，自性化成佛。因为咱对清净化成佛已经讲了，讲第二段圆满化成佛来讲了，即马讲到了千百万年化成佛，恁听到这，恁慢慢回去哦。这个千百万化身的对形啊，对咱的形来讲的嘛，这个叫做化身，化身，化就是叫做变化，安听啦吼，化就是变化，你要变化显灵，要变化放灵，哦，要变化哦，这个什么拢做要变化，哦，伊所后边还是一直在讲哦，千百万年是讲。作者作者意思，不是一定有千百万年，迄就是要讲一个数字。啊，讲咱人，而且是我家内底当中，拢是对变的，拢是接自性变。狗兄、猫啊、蟑蛇、鸟鼠啊、蛇，一切你看得到，天咧飞，地咧走的，你所的海底你以为迄种种变化物件，迄叫做化身出来。啊，化。所以化化身，这个化身佛以后表示叫做化身佛，对不对？这个佛就是咧叫做吉祥吉祥，就是讲因为你今日去这个做你化身出来，就是咧菩萨当佛以后表示讲啦，伊只要跟你讲，只要跟你讲，大家化为光明嘛，良善嘛，啊慈悲化为菩萨嘛，地化为上界嘛，无气化为下合嘛，对不对？两种拢讲变化嘛，意思讲来讲到蛇啦。蛇啦，鸟鼠啦，狗啊啦，所有的变化，足真多个轨道，这物件，这物件种变化嘛。所以咱用一个词来讲，千百万年化成佛。这个千百万年化成，拢是要化出来，要对你只心化出来，对心法界化出来。啊，心的化法是化出来，就是你行，你行，行就是讲你所做出来变化出来物件。
还有放飞，伊会放，落去伊会当放落去了，就是平衡的。就我拄则讲的，玉井迄个放飞，笑死七个，人伫咧，人伫咧用手，啊，伊今日去甲点火做好，笑死七个，我足侪家庭咧痛苦，伊会放手，你敢去想？迄边个物件叫死物，伊做了有去进化，迄做袂出死色。所以千百万化是分咱听话啦吼，就是对对照我来讲者较清楚嘞，就是对你的自信，甲对你的智慧，因为你的智慧叫含着你的奥数化出来就是歹，你的智慧无叫含着公文做化出来就是好诶，安尼知影啦吼，啊是这个咱自信的化是分，不思万方，成本无空。一点数量变会变化，这段话就是在讲，用不输万法，什么叫万法？这个万法，这个万法吼，咱一定要注意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一个数据，一个数字，数一个数字尔，啊，一个数据，啊，人讲一切法，吼，啊，人讲一切法，二人讲叫做诸法。诸法在自性中，自性在诸法中。因为你佛教上的语言是作者因素拢相像，但是伊拢相像，但是语言不是。万法一切法诸法，安尼有相像无？一切嘛，万嘛，唔管是作一万，我万就是代表作者数量哦。一切法甲诸法拢总共一个意思，所以诸法在自性中，自性在诸法中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数，安尼就好。用不输办法，这个办法就是叫做一个法。什么叫做法？法就是一个思想变化。刚才讲的不能而不合而来法，迄唔吉祥吗？因为其实自性本空，自性本空啊。哦，不能而不啊，何处叫变啊？啊，你会想遐济物件，思咱人的思量就是足济，哦。你若上好诶，你就欢喜。啊，你心有清净无？啊，你若上歹，你诶心有痛苦，啊，你清净无？哦，所以伊即个办法来讲，不属邪，那不属恶，叫做方法。安尼听啦吼，不属邪，更不属恶。哦，性本如空，即、這个本性，就咱拄则讲，即、這个本性本如空。所以咱里底咧在圣经内讲，观自在菩萨。行心或者不能的教育或者相助是诸法空相，这个相助是我们的诸法，是诸法空相。哦，应该讲叫做哦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啊啊色啊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啊色诶、欸、色空不二，色空不离，哦色色空。虚空，啊，实在讲叫虚空，这个空就是讲叫做空性，这个空就是讲叫做空性，空性，就是咱讲讲，咱拄则咱听讲，为迄个性本空，哇，但这个性呢，性不异空，空不异性，性就是空，空就是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性呢，这个性就是讲叫做色相。我记得，这个空的空叫空相，啊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色就是有形，无形，这个空相就叫做无形，安尼听有？所以你，咱即摆咧讲的这个空相，以这个来性性本如空，性本如空就是咧讲这个，咧讲这个。咱的本性来看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啥物啊？这个就是讲咱的厝内的空啊，安听好啦吼、哦。啊，色就是讲啥物啊？就是讲咱今日这间厝的外口的形式啊，安听好？哦，所以这个叫做色，这个叫做空啊。啊，咱的肉体呢，就是讲这个色啊。啊，咱自性呢，就叫做这个空啊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离非空，空不离。为啥？你讲对啊？就刚才讲的，你今日你另外解释的说，你看你可以想，
你若你有无离婚先，你就当变黑去啦。哦，你就当变黑去。啊，你若离婚空嘞，这个代你该脱定定，你要当去啦。你袂当去啦。你这个肉体若无迄个空性，你这个肉体不存在。啊，你的自信若无这个肉体，你无当进食。安尼，医生叫做上医啊，时空叫做上医啊，相医啊，上医啊，安尼听啦吼。所以咱这个肉体爱上医着咱的祖先，祖先爱上医着咱这个肉体，咱这个厝爱上医着这个空，这个空爱上医着这个祖先，爱上医着这个经脉，安尼叫做空。所以讲，色为空，空为色，所以你这个当中呢？时空不离，你知道叫做一个时空不离，时空不离断万年，断万年了哈，社会不会断万年。因为时空，因是相应，你袂使就是相，也袂使就是空。因为叫做不二义嘛哈，不义嘛，不义嘛，不义就是不二嘛。你这个祖先，甲你这个肉体有二，你这个祖先甲你这个二，一个叫做空，一个叫做色，按单样，按叫做二。所以祖先，祖先空与色的，这色的空的叫做一，安尼听了吼，叫做一。天一落是，安尼想了。五音不中，五音不生，敢是安尼？所以音爱得着阳，阳爱得着阴，伊才当呐。当当变，当当阴阳结合，当当生一个形。因为啥物件？阴啊！啊，所以阴阴即会当五音甲五音袂，是空。即下你刚开始阳叫做空，阴跟实，因为阴会当嘛，当嘛，啊阳是无当的物件嘛。所以以阴阳以心阴，这个形叫做公用，公用嘛，阴啊到底阴啊出来？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合法，就是温习如风，以这个物件来讲到这个，是讲到对这个空啦，对这个空，这个空就是空性，安听话啦哦。所以这空性在内当中，一点数量不变化出来，变化就是色啊。有名言出来啊，有名言出来啊，伊本来无本啊，本来清净无染啊，伊输了有变化，即无即个无即个未输两者啦，安尼讲了，无即个未输两者啦，啊，伊即个输了，但无即个嘛输了无啦，所以色即个空即个叫做色，色空不离断万年，色空不离断万年，断万年，哦，色迄、那个。色受受空不离，哦，性空偏，色受性有，啊，性空不离，哦，迄个个成啊，性空偏，迄个呐，迄个个色受色受啊，受啊，受空不离，性空不离，性空不离，关主宰啦，性空不离，心如镜，变出来了哈，这叫做。我们一样的色受想行识，色空不离，虽然是五音，但是因为有心入，哦，所以呢，当中看到二，所以色归空，空归色，受想行识亦相通天，当中现象。所以跟你讲，色空不离的，哦，这个叫做空，看好哦，这个叫做有，变已经想出来了，哦，需要开始来变化，有无？第三步的变化，现在变化。这个跟这个时间在变化，看我喂，不给不给这个出来，好不出来这个出来，
就是因为有这个甲这个，才会变，才会有这个变化。但是问题是咱，咱已经有一个自信，有一个心，咱思想变化是变到哪里出来？你变好了，变好了。你今仔变化到，你内心世界真相，你变化度人救人，你变化讲到一个选择，你变化来成功了完，哦，你无简单。你变化做出来，你变化做好多，爱就做两个长。所以变化，所以咱来讲。然后，使用怎么样？恶数，那就到这边吧。好，对不对？你听个起来吼，伊里头是这样出来。使用恶数，你总是听个起哦。啊，使用善数嘞，你总是对。这。这思量，本来做好的哦，思量就开始恶思，这善思，思量恶思，愈念愈魔，愈念愈魔，就爱差些，都是差些些，都是差些些，这变成思量，量等于量嘛，量等于能量嘛，力量嘛，一恶思。你无能量嘛？就我拄则讲的，对十趴升，对二十趴升嘛。你一直救来，一直救来，一直救来，一直救来嘛。你感觉你人生安尼？你感觉你命安尼？你感觉你未来世界安尼？你听得懂？你是安怎运动？我心甲你话，你的思量的能量，你当你把想好的，咱想出来讲，一罐水。你的思量能量变得宽，我做欢喜，我做高兴，我做爱你，我做疼你，我做，你是我的一罐水，那一罐呢？哦，那有怪因素，那罐水你也不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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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的王八，一切混蛋，我你海浪的时阵，我陪你这时，我不做我吧，那罐水呐，你身体不能，买房子不能加，对吧？哎，你好，自由，咱的心的思量。你那一点，想好一点，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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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想好了。你人生未歹，未歹。我是安尼才不行，我是安尼才哦，才孤单。我是安尼哦，安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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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所以安那安那安那。你一点往外一想，你也不能一点的。最输了，你是安那唔敢输了。你个思想恶思，你后日一定个想这物件，你后日走唔掉，对嘛？即个做人讲个哦，所以唔得人讲安怎？哦，存好心，啊来呢，讲好话，啊来呢，做好事。真正呢，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思想善思，百会天堂。一个人当中，迄个嘴语，大家都讲善思。所以我是来讲出来，哦，当你离世间的圆满天堂，你拢无考虑，你的人生，如人不明，那个福星降临，迄个福星降临你的家庭，咱今日离思想上、离行为上、离言论上，拢总是不满，拢总是报销，拢总是负能量，恶煞人心，真正会出出来麻烦来，现在就快。现在你好，现在你要改变，我请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，你的心理有改变，你的思想有改变，你的行为有改变，你的能量有改变，你绝对未如痛苦，哪如痛苦一点啊？问题就是哪，咱爱内心，你爱对你内心世界找问题，内找问题，所以思量善思。化天堂，你个是天堂去啊，爱情地啊。当然，今日你咱嘛叫天堂，唔过咱是一个作怪毛病，咱作怪毛病，因为咱的习性、咱的个性、咱当以前的业性，就是咱所袂变。好，天堂要起死，我来起死，做唔到我咧。
想要安怎安怎，拢是他，对不对？他吃我出一番，好安怎？迄内心世界一定要分离，压袂掉的，先压袂掉的，拢去对去，好快的，好快。真正是内心世界都烦的，真正把你顶个烦的两秒都过好多啊！我烦我是物件，龙爪啦，爪好。伊说是个乌龙爪，较好听啦。伊个咧讲起，伊个咧说个吼，个牛啊爪啦，个讲起是足惨的。你若讲起是足牛的足惨的，拢是怪害啦。我讲鸟鼠啦、蛇啦，还是个时阵啊，出发个哦，迄个足惊人，迄个物件啦吼，迄种毒，迄种味，你拢是内心世界变化出来。准备好个啥物件？你菩萨啊，菩萨啊，菩萨好唔好？好好。迄个菩萨，你要准备好，即个你想爱准备，迄个准备，我想对你来讲讲，菩萨。这主笔叫做菩提，菩提啊，萨德，菩萨菩提萨德。这个、菩萨，伊是为安尼解说。啊，这个萨德呢，这个菩萨萨德叫做较幽静，较幽静，只要静，较幽静。啊，这个菩提呢，我拄只讲的。不，反正开始你要做菩萨，你要注意，多相信嘛。金刚经第第六分，第第六分来讲，可以讲用有人修持多相处理乃至数义等，后面过来讲为他人说，这叫做较流行。为他人，为他人啊，为他人说，为他人说，这叫做较流行。你不是主角，你不是在主角，主角是个阿罗汉。咱好叫阿罗汉，阿罗汉，阿罗汉，就叫做伊来话就解释叫做独汉，独汉，就叫做独汉。因为伊无方法，伊无方法啊，跟人讲起来，十八罗汉有咩用？你若去大雄宝殿。有十八罗汉，伫迄个所在，伊绝对这边高尊，这边高尊，这边高尊，这边一个罗，这边一个罗。啊，若拢做伙，都用一个罗。啊，十八罗汉差这个罗，这十八罗汉差这个罗，因为伊叫做大汉，他没有后续，所以伊功过，伊虽然讲得到主角，得到主角，伊免轮回。但是伊个功德无大，他叫做阿罗汉，叫做修行，修行阿罗汉。但是菩萨呢，这个菩萨呢，在咱中间讲的，慈悲不二菩萨，真正慈悲哦，唔是叫慈悲哦，无缘大慈光变大悲哦。这个物件，这个慈悲就是啥？伊自觉了后，伊就较有有形众生，啊叫做菩提萨埵。所以伊安尼无有形，所以我拄只讲的。那道叫为他人说，安尼叫做菩萨。那菩萨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菩萨，一种叫做摩萨。什么叫做摩萨？因为菩萨离本地菩萨离菩萨为来个贡献，伊进入了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，这叫做菩萨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这叫做摩萨。先来讲，因为伊到第七地，啊，就是前进地。到第八地，伊有那个心境是一个不转、不转、不退转者，不退转地啦，无退转啦，伊一直到去啊。所以到第八地去了后，伊免修行者，就是参照讲，你咧使船，水也顺，啊风也顺，你使只船咧，水咧顺，水咧使，啊风咧来杀，安尼有顺无？一定先过去啦。所以到第八地来，免修行者，到第七地来。安尼修精进地，所以叫做精进菩萨。啊，虽然咱今日一定要了解，是因为进了地的菩萨无简单。所以咱今日诸比化菩萨，地化上界，什么叫做上界？上界就是一个高尚，有地化高尚，高尚高尚，
有顶到品格，吼、哦，上界叫做和尚的品格，所以现在不叫和尚，那个叫做和尚。所以和尚就是和一万物和宇宙中最和尚啦，他就叫做和尚，不是和尚啦啊，那什么叫和尚啊？来破灰吼，那不是和尚，你是万物最和尚的呀。但是伊会当合于万物，所以你佛教上内底当中有叫做六和尚，吼、哦，六和尚，生而同住，生而同住，六合敬，哦，啊，口合无争，啊，意合意合同业，啊，戒合同修，啊，戒合同解，啊，律合同精，啊，你叫做六和尚，哦，心当内合，会当同住，收成。靠别人的和和争议啊，没有争议啊，大家原来都靠得进得进去啊。意难和同悦，大家总欢喜。哦，啊，来叫做哪？见和同解。哦，见和同看到，咱大家同解。理和同经，有理大家做回来。哦，啊，解和解和同修，咱的解解出来解，咱有大家有照解出来，咱当同修。这个佛家来讲，叫做六和尚。所以六和尚在八当中，伊能够遵守的八当中，因就是禅行叫做和尚。所以你这嘛是不简单的吼。但是智慧就是我上个的，我之前讲的高尚法品格，高尚法品格这种，这嘛是讲实质一两个精华的境界吼，这种境界。但后面说的来讲，上品就是无知报也好，这个无知。讲你听嘛，牛看到北角就是，看到有牛来讲，你明白？牛看北角有叫做母亲，啊，现在母亲就是听牛叫，啊嘛，执迷不悟，甲讲这叫伊都肯定唔做，伊都不要做，因为伊地位无强，地位强的牛嘛，起叫做起皮嘛，伊一这个起皮该出叫做进皮嘛，牛就是听袂晓嘛，啊，所以母亲我会下风。哦，下风听啦吼，走地地，地讲走地下贱，较下贱啦吼，下贱下风就是开始叫做下贱的意思吼，下贱较下贱物件，它不是高尚的物件。一个人，伊的人格若下贱，一个人的人格若有失调，不及格，不及格啦吼，不及格，不及格。这个是下风，这个是下风，这个是下风吼。我相信大家都爱下风的吼，所以一定会知影，无知的好王，诸行变到行空，所有这物件变过来。